今天12月13号，现在下午2点多。前两天下雪，所以现在就用散步，因为这个骑车我会摔倒。散步来去 Conhill Lake， 那等一下真开车过来汇合。今日12月13，礼拜怎啊再去两条？今晚礼拜下昼2点外，散步来去 Conhill Lake， 因为这种雪，我骑车的可能会骨折，所以都今晚1:40而已。哟，都要看到这查某，伊是要用跑步的。我行就好，因为拄啊食饱。伊上走的，我看伊可能嘛是要，伊可能嘛是要走去看晓嘞，看等下看会拄着的。哦，我嘛足久毋捌走跑步啊，但是就这是就啦，这身嘛是骨啦。我等天气好过来跑步，因为你一个人，你若无跑步吼，你拢袂喘，你运动拢是温和的，所以有时候有当时也是爱较较激烈运动啦。无拢行路、骑车，拢无咧喘啦。好，等你继续去。哎，经过这家门口，他们摆了很多这个圣诞节的塑胶装饰。听到的歌曲是 JoJo 的《The Rose》，《The Rose》这首歌曲是有很多人 cover， 那点播的是来自上海的听众。OK， 现在2:30，所以走到这边10分钟，过马路就是 Conhill Lake。哦，所以雪没有很大，看起来那个草都还是黄的。雪较大一点的话，照起来会更漂亮。真正会使过啊！对，然后到这边又碰到另外一个女的，是来慢跑的。这个跑比较慢，刚刚那个跑的比较快，这个这样跑很慢。所以雪没有很大，雪很大的话应该都是白的。那草上还是没有盖住啊。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啦，这样看起来已经很好看了。好，所以看这个湖就知道了，有白白的地方就是雪下在那个冰结冰的湖上面，这比较浅色结冰，那比较深，那湖就还没有结冰，所以雪下在湖上就融化掉了。这边因为比较浅，所以它有结冰，所以雪下在上面就变白的。优秀的老师分配到台南啊、台东一些偏乡学校来去服务。那今年呢，招募。OK， 现在来去看阿珍来了没有？
哦，他们今天这边多了一个图了，本来这边是没有这个图的，所以要这还没有来，然后再等他一下，因为这停车场他应该从这边来。是我刚刚从这边来的，那现在我走了这边，这个停车场。哦，没有，我是在这个比较小的停车场，在这边这个停车场是比较大，所以我现在是在这边。我刚走过去，然后再走过来，现在这边等阿珍呢。它其实两个湖，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小。比较小这个时候会干掉。OK， 好，算了，不要等了，等一下公园里面，只要走的方向相反，还是会碰到，所以它有些规定。生病就回家，戴口罩，然后保持60的距离，然后一群人不要超过10个人，那狗必须要牵着，然后常常洗手。所以阿正还没来了，我先走了吧。现在走了大概1/4圈，再拍一拍。哦，所以湖边倒是有结一些冰了。所以湖边倒是有结一些冰了，所以那边湖是比较。真是比较深，可是它还是有结冰的，所以不一定是比较浅地方才会结冰，而是沿着湖边结冰的。今日无风啊，所以行起袂寒啊，真舒服。所以唔通看即马咧雪足多，敢若真寒袂咧，因为又出日头啊，啊佫无风啊，所以寒天风是造成会寒的一个真重要的物件。你若无风，你就袂寒；你若有风吼，出了到地就足寒。
所以虽然现在是应该是零度左右了，摄氏零度左右，但是没关系。尤其我有这个把这阿妈棍甲鱼仔拢包起来，所以袂寒，所以冬天不用穿太多衣服啊。寒天免穿伤侪衫，像我即马穿两领尔，一领风衣，佮一领内底两领尔。那个是一个高中啊 ，We Reach High School。在湖边等了好一阵子，他打电话给你的。我只要一来就开始走，现在刚好就走一圈，可以在那边等你，完全就正好。你不会去想啊？我现在碰到阿珍以后，就变成顺着他的方向再走回去。刚已经快走一圈了。
因为我不断的停下来拍相机啊，所以就落花针。现在才2:42啊，才2:42，太阳好像已经，你看一副快要下山的感觉了，大概4点就下山了。所以今天是12月13号，所以未来这8天到22号就会进入一天中白天最短的时候，所以再过8天以后，太阳那个白天就会渐渐在增长。这几样都在困啊，这几样都在压的困啊。看来是吧？怎么困啊？困倒啊？这么寒啊？下过雪来这么逛很不错，很漂亮，而且必须要没风了。通常下过雪以后都会出太阳，没有风。通常下雪之前比较会刮风。OK， 有两个跑步的过来了。哦，没有，他们是从那边穿过去了。你要行一年的话，是要行两年？我只能走一天啊，事情太多了。代志太多，礼拜呢？对啊，你看上面工作交代的事情都很少啊。挺可怜。
一个人骑单轮车，听说单轮车很难骑啊。不过他这比较高轮的应该还好，那种骑那种小轮的单轮的，听说比走路还要累还要慢。